这唱声是有那真大声，每一个人所手也唱，就是咱国做 T 一一级新式的步枪。记者现在就来到军备局的205厂，究竟这支 T112全新的步枪效能如何？我们一同带你来实战体验。新的步枪无论是设计也是精准度，功能提升真多，实际来试验看卖。好了，你可以看到记者虽然是完全零经验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呢，有了这个瞄准的辅具呢，我呢5发还是有射中3发。这种新式的步枪正适合近距离来射击，对射程作战我那正有利。今年准备大量生产，和第一线地面组建部队来换装，共计控制5年被正式上线。刚采购第一批25000支提升战力。T112呢做了全面的升级，包括呢滑轨，还有战术握把，以及呢近战瞄准镜，以及呢步枪雷子器。新的步枪对比英国 T91 有效射程对400公尺提升到600公尺，共枪管的寿命对6000粒提升到1万粒。另外，我那立即人因工程，就是讲无论你用正手也是倒手，讲都是足方便。设计新枪的时候，主要是在这一把新的枪，它缓冲力好比较减缓，然后再来它在精度上也比较提升的比较高，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依照我们的人体工学的部分，在前握把及后握把的部分都可以依照个人的时需就来做一个调整。新的控弹棒原来是量身英国那种已经符合中共军队的枪支，现在新研发了后会当到5.8公里的更新弹保护官兵。国防部长郭立强提出施政3目标之一，就是单兵的装备要加强。现在作战形态在的变化，军备局新的武器也都研发出来。民视新闻高雄报道。